二十四第一回合肯定起纸人，他宝宝连扇，一回合清掉他宝宝，人和宝宝都比他快，双速度压制，他金刚护法也是年轻，你只能赌你的宝宝谁用，你懂吗？年轻人加金刚护法那就是送呀。隐身卡素还是个血宠，你又浪费了一只宝宝。感谢卡里多，起纸人了，他害怕了，他怂了，自爆2155，这宝宝好用不好用啊？再来平砍478，起干将啊，扫穿一切，金刚护体，跟林伯成开啥聊天啊，兄弟们？林伯成一回死了，一回合死了，聊天不成效的。他没有进攻能力啊，我宝宝随机 A 就行了。我这只宝宝他们很难受，这只宝宝速度快，攻击还高，给他挂上碎甲了，不错。这回合使用无魂，下回合这回合使用无间，不对，这回合使用朱后发就一定能出手了，再破釜他啊，又干了他2000多，他自己给自己舍生以后防御降低，直接舍生了11000，现在化成4一直在挨打，舍生以后被挂上碎甲，直接再打4000。不着急啊，现在就等他慢慢舍生，给他蓝后梅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就这么持续的压着他打，给他的蓝后梅。这回合没有随机 A 啊，有点小小的失误，下回合再干他，没事，不影响。他被我的这个无情的后发之人，兄弟们，他舍生，我能不能直接给他干死？我清宝宝还是杀他人？我直接杀他人吧，我感觉他好像没什么花招了啊。13000血都没死，又干了他5000血，又干了他3800血。兄弟们，是不是直接扫他？他没了吧？他又残血了。骗你的啊！肯定先清你虚弥呀。随机 A 他宝宝出不来啊，出一个宝宝死个宝宝，除非你直接一回合给我宝宝炸死。哎，还换？哎呦我去，这个逼给你装的，就这？你以为我就那一个高攻宝宝吗，兄弟？你能有几只虚弥？这场 PK 我赢定了啊！你没了啊！五，来看咱大力劈3000力劈，劈花生四多少血？3200，够用，平砍1500。他现在每回合都要挨打，不停的舍生，他现在非常的难受啊！他的防御现在马上就没了。兄弟们，要不要来把扫七大堂直接给他爆飞？哎呀呀呀，真隐攻啊！我操，这年代还有带隐攻的人，你可真复古啊！我他妈以为你给我闹呢，我真没寻思他有隐攻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操，这就很难受啊，兄弟们啊，这就得猥琐发育了啊！开始回血，猥琐，回血，没有裂开，暂时没有裂开，给他引弓清飞了，他就没了。哎，我操，恶心！兄弟们，咱们得找到方法，一回合干死花生四。是不是我积攒到24回合3.0元一回合干飞他啊？
没了吧，拜拜，还他妈会神，给我手撕了好像。他好像卡着我速度了啊，他卡着我速度了。那回合啊、我躲避过去了以后呢，然后没砍中，不要紧，我还是有机会的啊。后发啊，后发跟平砍是一样的，都是一刀死，应该是没了，应该是没了。但是他宝宝也不多了啊，只要他有一把砍不中，你就废废，懂不懂？哎，操你！后发加血需要经脉，我没点那个经脉。我他妈一点血我保护谁去啊，贴一下试试啊，贴一下贴一下贴一下试试。不接金身啊，卑鄙，不接金身没有用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打你，我后发制人，延迟一回合杀你啊。我发现他引弓砍不中我的机会很高啊。打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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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真牛逼，4200，这年轻人，这小伙子啊，没想到单挑化成字还能混点时长啊！兄弟们，没点粉丝卡的点点粉丝卡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兄弟们，感觉到我快赢的那种了吗？看看有没有高品质的主转，810血，我赌他打不死我，142，810。咱们现在没吃药，咱们没耍赖，没吃药。宝宝的话有名思，后发，后发是啥逻辑？后发不回血，我后发经脉不回血，我还有机会。你后发是一样的呀，你能用出来技能他就死了。关键是不要被他砍中。后发出手型给你们看，后发。昨天拿下季军了吗？拿下季军了。2021年冠亚季全拿了，4强、8强、16强，好像都拿过。砍不着。兄弟们，七岛大唐如何？伦总什么时候就位？今天就位。然后鱼岛应该也有传统法了。这样的话，原来一直觉大家觉得没有传统法，感觉打 PK 怪怪的，还是加入了一个传统法。福州鸭，记不记得刚才我给你扔的400万游戏币了？你宝宝得操作失误呀，砍错了，砍到孩子身上了，你他妈砍孩子这把。这把砍孩子，别操作错了！操你这只狗啊！来，看我剑斩斩死他！操！你他妈真狗啊！趁我病要我命啊！我3.0元的大剑斩，他真狗啊！这把可能确实砍砍孩子啊，但是给自己加了个战敌。来，生死局了，爆，没砍死，剑斩，滚，飞，我操，引弓这都不死啊！你再砍孩子一把，我出个坤，你再砍孩子一把，我出个坤，咱俩把节目效果拉满，好吧？我要耍赖了啊！操，这个
没有给我耍赖的机会啊。现在他未必守得住，他得需要点运气，需要碎甲连击和必杀。换个速度慢的宝宝，哪有时间换宝宝呀？青宝宝，他没了，兄弟们，我出坤的时候他就已经没了。我问你拿什么跟我打？3800-5100，法连他，哎，他引弓为啥不死呀？3800-5100引弓不死啊？我他妈应该下号。平人没开，跟他拼了啊！王哥啥时候干资源啊？马上了啊！好了，坤无相神又搂他，哎，这坤还行啊，兄弟们啊，这坤能炸人5000多呢。你们觉得初期能炸他5000多吗？他，你是真膨胀。你不慌吗？不结金身，揭开100环不揭？拜拜了啊！我不玩了，独条鸭，拜拜。